喂，你好，我是赵明奇的母亲。我知道，秦阿姨你好。是这样，你们俩的事我都知道了。我想，我能不能见你一面？就算我替我儿子当面给你赔个不是，我觉得有些话我想跟你讲一讲，你看方便不方便？好，我也想见见您。喂，喂，莎莎，你在哪儿呢？我怎么看不见你啊？行行，我真是老眼昏花了啊！好，我马上就过来了啊！莎莎，我不知道。不知道见了你的面应该说什么。可是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奉公守法的，明奇他也是个老实的孩子，他从来不会做那样的事情。我想，会不会你们之间有什么误会呀？阿姨，我也没想到跟明奇会到今天。你应该知道，我们两个相爱，是明奇觉得我们不能爱。他有家有孩子，他孝顺，你又是个这么传统的人，我们知道让他放弃婚姻代价太大。况且苏然姐也一直不同意离婚，我知道明奇有多痛苦，我也知道我们这样下去不行。所以我想做先转身的那个人，我得对明奇狠一点，绝情一点，好让他早点把我忘了。可是明奇他接受不了，他认为我就是一个骗子，一个玩弄他感情的骗子。阿姨，你知道那天晚上他，我有多羞耻、多绝望吗？我回到家，我浑身都是伤，我心里一片空白，你知道吗？对不起，我也许今天不应该来。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，阿姨。阿姨，是我不好，我太激动了，我不应该跟你说这些。是报警不是我的意思，是我朋友他不知情，他认为我被欺负。等我缓过神来的时候，一切都晚了，已经来不及了。我也真的没想让明奇做了，可我也不能白白的让他这样作践我呀。别哭了啊！别哭了，我知道这都是明奇的错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我今天之所以能来见你，我就是想当面给你道个歉，给你赔个不是。你有什么要求，你尽管可以跟我说啊。我只是请求你能够原谅他。能够让他免去牢狱之灾。我知道，
我知道这也是个不情之请，其实本来我也是难以说出口的。可是如果你做了母亲，如果你有了孩子，你就会理解我。我宁愿用我这条老命去换取他的后半生，我宁愿去替他做监狱，我不愿让他在那里头待一辈子，你知道吗？我求求你了。阿姨，我父亲是个负心人，我从小是跟母亲一起长大的，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，做个贤妻良母，不要再重蹈我妈的覆辙。可是现在，这个愿望应该不可能实现。我是一个曾经插足过别人感情的女人，我是一个强奸案的受害者。还有别的男人肯对我好、尊重我、给我一个幸福的家吗？那如果可以让明启离婚，你们俩还能在一起，你是不是就可以原谅他，就可以撤诉，就可以让他出来啊？Mm-hmm.